前兩日我有一個機會喺一個我哋藝人嘅聚會，一個公眾場合，同一班我哋嘅手足分享一啲我自己人生嘅經驗。我同佢哋講，我話我哋作為一個電影工作者拍戲接咗個角色，大家就希望演好佢。無論係做皇帝或者乞衣，有錢或者冇錢，好人或者壞人，裏面發生嘅愛情、打鬥、仇恨演得好好，但係當你一咳就翻翻自己，因為你知道只係演戲。呢、這個就係人生，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。喺過往嘅一年，有一班同我哋好近嘅老前輩離開咗呢個劇組，去咗低度拍戲。雖然我哋唔知道佢而家做緊咩角色，但係佢以前做過角色，大家一定唔會忘記。我哋一齊回顧下。
多謝管弦樂團的演奏和伍敬斌先生編曲。